前进，各个面面相觑。哎，这个我们可以填两码的菜。工作做完，还让主公失去最心爱的，这是你第一条死罪。你让主公为了满员工杀去杀一个人，让你杀出去，以后全国百姓一定会认为你是主公失去百姓的信任，这是你第二条死罪。别的国君听到，也会看不起主公，认为主公不行仁政。这是你第三条死罪。天马人听了，吓得全身发软。燕子拿刀抵着他的脖子，啊，算了啦，啊！为了你一个人，全国百姓同修，使主公名声扫地，名誉扫地。你说能免死你的罪吗？现在就让我处死你吧。放过他吧，不要害我变成一个。Thank you.